我建议想要收藏陈皮的朋友先从五年皮开始入手，因为对不懂储存陈皮的朋友来说，五年皮已经过了安全期，它的水分糖分基本上都陈化掉了，慢慢呈现出药香味。我是Xinhui万哥，关注我，带大家一起找Xinhui真正年份的老陈皮。